那么第二个技能呢，就是维持注意力。在你拥有吸引群众的影片之后，要维持他们的注意力，其实也同样的没有那么容易啊。群众对于艺术家的支持，根本核心在于创作者本人的艺术价值啊。而这份艺术价值不会只存在于作品，而是会成为创作者本身人格的一部分。那么主题轮盘的概念呢，就是围绕艺术价值所创造的各种相关主题。当音乐人除了在作品以外，还有其他和艺术价值相关的内容，可以一起塑造出所谓创作者本身的艺术形象，同时也让创作者可以不断发布新的内容来增强他们的艺术形象，同时不断的出现在版面中，维持群众的注意力。维持注意力的关键就在于让那些支持你的群众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可以固定的获得关于你的最新的消息，并且和其他一同支持你的人有一个互动交流的机会。